红的百万点赞抖音视频食谱，到底是不是真的这么简单又这么好吃？哇，这个卖相很好哎、欸！哇，很好吃呀、欸，很容易煮又超好吃。视频开始之前，大家记得点一下订阅哦。叮。早餐我们吃焦糖吐司布丁，鸡蛋牛奶混合，加入吐司碎，表面撒点绵白糖，170度20分钟，表面是焦糖和吐司的焦脆，内部是嫩滑的口感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Tiffany， 我是 Bibi， 我们是 Tiffany。这个 cable 太远，大家都知道我很喜欢刷抖音嘛。然后呢，我时常在抖音上面看到超多食谱，他们那些食谱全部都是那种百万点赞的食谱，而且看起来又超容易做。我就很好奇，到底它真的有这么简单又这么好吃吗？所以今天我们就想要来实验一下，看一下那些爆红的百万点赞抖音视频食谱，到底是不是真的这么简单又这么好吃？你们看一下这卖相，看起来就是超好吃的样子。今天我们第一个要做的就是这个焦糖吐司布丁，重点是哦，它只需要4个材料就可以做成了，而且这些材料就是每个人家里都会有的。OK， 来来来，快点，我很饿了，快吃了。鸡蛋牛奶混合，加入吐司碎，它没有写多少，我们就大概就好了。2颗鸡蛋，加牛奶100g。谁知道100g多少？ OK， 大概一下啦。你早上起床赶着出门，你不会想这样多。搅拌搅拌，加入吐司碎，表面撒点绵白糖。撒对点，撒对点。170度20分钟。哇，刚刚好，还没。OK。Now we play the waiting game。这个很简单耶。我跟你们说，要是这个好吃的话，我就吃完它。我还以为你要说，你就天天煮给妹妹吃。我疯了，我讲这种话。OK， 在等待之余，我要来跟大家聊一个最近我很期盼的手游，也是2022年最多人在等待的手游，叫做 Life Makeover， 已经有800万人预先注册了。它终于要在新加坡跟马来西亚开启测试啦！我跟你们说，这个 APP 真的是太懂女生的心了。此时此刻，我已经玩过超多有捏脸功能的手游了，但是我真的被这款的精细程度惊叹到了。我给你们看一下，选择体型可以选成女或少女。好啦，我比较成熟，所以我就喜欢成女。成熟，咚。光肤色就有这么多选项，眼睛位置、卧蚕大小、眼球高度，就连上下眼皮都可以选择它的开合度，还有形状，就是精细到觉得我自己都 P 不出来的那种感觉。你想要捏成世界上的任何一个人都没有问题。OK， 我要来捏一下，我捏完了，然后你猜我在捏谁？我不用猜，我知道你要捏谁。对，世界上最漂亮的。对，是我审美观中最漂亮的女生。我刚看到了，这个不是我。呀啦，这个就是 Blackpink 的 Lisa 啦。哎，不过真的很像哎，很像哦。然后呢，除了它这个超酷的捏脸功能，它还有数千套时装让你自由搭配。然后它还有高自由的家园系统，自己建造你的小窝。然后还可以在游戏里面邂逅其他的玩家，认识全世界各地不同的朋友。他们画质的品质真的是极致到什么情况，你知道吗？就是连布料的细节，甚至皮肤的纹理都可以看到。大家要是想下载或者玩这个游戏的话，现在就可以预先注册咯，直接去 description box 里面的链接点一下就可以啦。OK。刚刚好，食物好啦！来来来，去看一下我，哎，我超期待的。现在这边就是味道超香的 ，Ready？ 哇，这个卖相很好哎，听到没有？这个声音，哇，试吃时间，可以耶！哇，这个很 OK 耶！啊，我建议大家就是糖放多一点。对，整口放进去嘴巴的时候，就很像又脆又软。哦，可以可以。
我觉得4.5，我觉得4颗星。吃完早餐，是时候吃午餐啦。喝不醉，每天都这样。哇，刚才那个视频点赞200多万，这个视频点赞102万，哇，一定好吃。先煎几颗鸡蛋。哇 ，thanks， oopsie。煎至两面金黄，啊，差不多了。蒜香、米辣炒香。I think it's too high。黑了，它黑了。Yeah, oh my gosh, it's very black, huh? How are it's very black. 蒜末香、米辣炒香。OK， 超香的生抽、老抽。I screwed up, I did wrong 哎。姐姐，你要重新做几次？蒜香、米辣炒香。一勺。我已经被禁止去动这些材料了。现在我最大的工作量就是拿汤匙这些了。一勺蚝油，也就是半勺。半勺白糖，适量盐，倒入一大碗清水，放入面饼，火腿肠，荷包蛋，焖5分钟。哇哇，很香哎！它的卖相跟视频里面的有点差了，有点差。这个就是。Expectation vs reality. OK, 最后一步啦，撒上葱花。我们没有葱花，所以仪式感一下。OK。嗯，哎，好吃耶，这个哇哇，很好吃耶。真的有那种中国菜的那种味道，辣辣甜甜的那种感觉。然后很香，火腿肠，哇，很配。这道就是那种香香甜甜的面，就是这样，很容易煮又超好吃。我开心抖音没有骗我，难怪是百万点赞。几颗星？4.8。我的 standard 比较高一点，我给4.8，因为之前的我放太高。笑我会说我。超市里的奶酪棒一小包要90块钱，自己在家做轻轻松松一大碗，而且只用到了4种材料，直接在锅里加入一盒牛奶、糖和芝士片，小火加热搅拌融化，关火后加入泡软的吉利丁片，搅拌融化就可以了，冷藏到凝固，好吃又无添加的奶酪棒就做好啦。 OK， 我跟你们说，其实我没有吃过奶酪棒，所以我不知道真正的奶酪棒是什么味道，但是我每次在抖音都会刷到这个，很想试，而且它的材料啊步骤都非常简单，跟刚才一样。来，250克的牛奶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。OK， 你做的很好，很棒。糖25克，5片芝士片，来，这个你可以做。这么无聊的东西。小火加热，搅拌融化，加吉利丁。倒入模具，关闭，送入冰箱。哇，好光滑。OK 啦，这个是昨天做好的，没有办法等4个小时，所以昨天晚上就先做了一批。这个看起来超有食欲的，好好看哦。OK， 有一点点小硬啊，像港米杯啊。
太浓，太甜，太硬。我想要说件事情，昨天晚上吃妹妹桶，我觉得它还是蛮有潜力的，只是说这一批有点小翻车的。不过说实话，这个也很有可能是我们自己的问题了，可能是我们煮的太久一点。打几分？两分。两分半，差点三个都很成功，没有关系。要是你们想看第二集的话，记得把赞点起来。其实这个可以吃的，只是有点甜而已。其实这个完全就是 Tiffany 翻车。其实我觉得整体来说，今天还算是蛮成功的。然后要是你们想下载 Life Makeover Studio 的话，记得到 description box 里面的链接去预先注册，拍出的时候你们就可以直接下载啦。OK， 所以喜欢这个视频要记得点个赞、转发，还有订阅我们，把小铃铛打开，所以我们发视频的时候你就会第一时间收到通知，还有关注我们 Instagram。就这样，迷你们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，拜拜。